好，这只是 Bosch 的 18V 充电式锂电池吸尘器，这个是它原本的吸管。好，那这一台是买日立冷气送的吸尘器，那它的吸管器是它日立吸尘器所附的吸头。接装上去就可以使用了。这样就可以直接使用了，那就可以通用一个在吸头放在楼下使用，一个吸头放在楼上使用。Thank you.